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醒猴。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这一部影片我们带来是艾里这个实战解说。那么艾里这个角色呢，在这个版本当中我觉得会崛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射手的发育好了，那这个也是一个之前的还没改版之前、那射手的发育好了之后呢，射手的出场几率就比较高啊。那艾里的这个机动性呢，也会造成这个对方射手的一个负担呢。那这边看到我们跟塔拉对线，持续的做一个换血。塔拉使用技能是会扣血的，但是他的血量越少，伤害越高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我要怎么杀他、我假装吃灵鸟，真的是在吃灵鸟。知道草丛之后晕眩过来斩杀，完美收割，拿了一个这个 fast blood。好，这边看到对方刀锋我们直接收过来。好，那这边拿了一个201的战机。那艾里这个角色呢，基本上你肥起来啊，切到后排，对方必死无疑啊，没什么好解释。看到艾里直接给他倒下去，所以艾里的恐怖之处啊，不是熊猫可以匹敌的，因为熊猫的位移能力算是蛮卓越的。但重点就是这个制裁，他直接拿了我的灵魂，我拿了我的古龙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。那这塔拉呢，也不要跟他干他打，他现在这个血量蛮多的，我们换血换不赢，直接回家。好，那这个在下一个版本当中呢，我艾里呢，如果你要能够打出优势啊，你的清兵线呢、你要先压血，在单挑能力上面啊，你要先压血对方。来看一下这个，我看到队友呢 have some trouble， OK， I go， 我自己大刀绞起来，斩杀直接收掉，完全不给我们的法师任何剪头的机会。好，那说完这一波之后往上路走，可以看一下我的出装啊，我出装第一件带火甲，基本上都会带火甲，对线的时候带火甲比较好使用。那再来呢，他对方有拉枝，所以出个魔方鞋合情合理。好，鲤鱼不能与你同居。那再出一个破阵战矛，专杀对方的后排。之后呢，出一个冰杖啊，冰跑啊，增加自己的弹度，减 CD， 然后有血量啊。最重要的是粘人的能力，因为艾里的大招一开起来啊，他的攻速会加成了。那在这个攻速加成的时间内呢，要不停的用冰跑缓住对方之后，又可以再用一个一技能啊。我这边大招又快好，这个对方的。我现在我六等，他七等，这塔拉应该是没大招了，因为他刚跟我打一打，已经把大招缴掉了。那这边顺利的就成功的收掉对方的塔拉啊。这边刀锋过来，我看我也是准备嗝屁去了。我这边一个进来，check it， 我死去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那这边我现在有大招，看一下这个晕到塔拉之后往前进，往前突进，大刀绞起来，一次晕到两只，但这一个塔拉还不死，哇，这个太冲了，太拼命了。这边先拉掉，对方塔拉血量超级残啊，残到爆炸的。那塔拉在这个版本当中的确还是算是蛮冷门的角色。那现在的凯撒路呢，如果你带的是制裁的话，非常非常难发育，你很难跌到30层啊。因为照一个合情合理，鲤鱼不能与驴同居的情况下呢，我们的打野呢，大概也要在8分钟到10分钟左右才能够，如果好好吃野的话，可能才能够跌到30层呢、甚至更慢非常多啊。那再看一下这波刀锋想让我大刀先绞起来，晕眩普攻直接带掉，由防御塔搭配，天衣无缝，完美的配合对方刀锋还想要抓我，我就想打什么，本来想打个字啊，因为这个刀锋啊。在我跟塔拉对线两次的情况下，硬是把我收掉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这刀锋针对我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这刀锋的位置，没有晕倒，不过没关系晕倒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推塔。人有失主，马有乱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蓝 buff， 大家一起集体的吃，我们给赵云或是莉莉安吃也可以。好，那这边看一下这塔拉的位置，我等待对方美娜丢大。我这边呢，想要快速的把这个位移键绞掉，所以才是这里串来串去的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有意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边一个斩杀没收到人头，太可惜了，先拉掉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算是有成功收到一个塔拉人头，拿了一个助攻，不错，不赚不赔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到下路来把兵线整理一下，把这个野怪先吃一吃，先浓一下经济啊。我们凯撒路的经济应该算是需要备受照顾的。好，那快速的把这些野怪都给吃掉。那队友呢，在中路那边聚会非法游行，但这一波我就不跟了。我们先发育为重啊，这边冰雹出来之后呢，我就跟刀锋打得比较有底气啊。那下一件装备直接出王者之剑，我本来是这样想的，但最后呢，我还是选择出了这个天丛云之刃，因为对方的美娜跟塔拉比较棘手。
对吧？那基本上有着破阵，有着火甲的一点点伤害，加上天虫也有伤害，后排基本上遇到还是会死，所以不太需要特意的去出了王者之剑。但是这主要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一个操作。那这边看一下，我想要抓后排，哎，拉兹来了，来了，来瞄到了，我准备过去，但是刚好被抓到。啊，因为我刚好被抓。好，那这边看到对方的塔拉，本来是想说可以进去秀一波的，看着秀不起来，对方塔拉还有大招啊。这边晕眩一下之后呢，大家呢都集体逃难，然后我也跟着逃。这边天虫之刃出来之后，我们跟塔拉打架比较底气，最后一件装出复活战甲。哦，我们这个阵容呢，哎，后期蛮强势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拥有赵云还有景。哦，力量这角色呢，在前期还是蛮香的，然后后期还是蛮痛的。来看一下这一波，我们等待一下 ，Have one chance， 一技能大招交了起来，对方刀锋宝贝完全没有转环的余地。哦，手里剑歪了没关系，这边看到对方的美娜，哎嘿，哦，这个闪现也是挺溜的啊，闪吸引，马上拉掉，看到对方塔拉在这边调皮一下，一技能哦，再稍微 poke 一下。啊，这个美娜，哎呦，哎呦，对方塔拉血好残啊！我的妈呀，好像可以杀、啊，马上再过来大招又好了 ，boom， 下克拉克蹦蹦枪。这个艾琳呢，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出一点。你看，其实我带冰跑啊，然后再加上天虫雨啊，都是有。哎呦，我这个拉兹要是一套给我干死，我真的会死掉。我们有冰跑，哎呦，这个天虫雨啊，捡的 CD 28不多不少，算是还可以。但这个以前的破阵是有减 CD 的，现在没有，比较麻烦一点啊。不然的话呢，其实以前的破阵算是蛮好用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中路这波兵线先给洗掉。那看一下对方刀锋啊，是看到我的位置，我的血量不多，但他如果过来，哎，一个大招开下来，我也可以成功的活下来，我基本上应该是可以。要做到反杀也不是不容易，因为毕竟现在经济比较肥一点。可以看到中路的话呢，对方拉兹率先露头，露在那边一个拉兹头露在那边。好，我们赶快把这些野怪都给吃掉，好，顺便存一点血量。那我们要抓的是对方后排的苏，那我们不要急着进场，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。这边一个一技能晕到之后，再往前进，看到刀锋，我们保一下。好，这个是保牌的大招啊，我知道吗？因为有景啊，所以这个大招开起来是要保牌的。所以艾里这个角色呢，哦，这个可圈可点的啊，可进可守，算是机动性也很高的一个角色。那打起来也算是蛮顺手的、啊。艾里最近打的也是蛮顺的。那队友说射手差距，对手啊，这个吵架了。我觉得吵架可以啊，这代表胜利、希望啊、hope。哎呀，力量嗝屁了，他们的射手被这么一击到了。先晕到了之后呢，能不能要抓一个机会要上吗？啊，算了，我的血量太少了，稍微等一下。那我是觉得，哎，一起拆上塔啊，我们一起拆上塔，这样的话 OK 的。那看到拉兹直接给他晕下去，我这边身上是有复活战甲的。好，那刚那一波呢，我们这打一打呢，先拉掉了。好，那刚那一波呢，其实就对方复活啊，然后我们突然就看到，我就先闪人了，但我们射手呢，啊。没有发现哦，所以他就死掉了。那他给我的理由是他在哦没有捡出来，但他说他在跟别人聊天，很好排位呢哦，你跟别人聊天厉害。Skr， 我们看到对方射手的位置，我们直接跟上来一技能。他现在还有没有位移技能呢？还是有的。哦，这边稍微的等待一下，进到草丛，我现在四面楚歌啊，大招缴了起来。哦，这边再缓一下，缓到对方后排两只。那看到我们美娜呢，往右边跟过去。我这边的话呢，稍微绕了一下，往后面绕。这边看到对方的人员哦，那但是我现在身上是还有复活战甲的，所以要打不是说不行、哦。而且现在对方少了一只塔啦。哦，基本上这一波兵线进塔，对方基本上就快 GG 了。那看到对方美娜开了一个大招，我马上跟上来，大招直接脚上来护盾啊，不多不少，但是够用就好。哦，这个单压，那看到对方刀锋，骷髅克贝卡又复活了，这边快速的啊、哦、搭配队友，晕到后面的对方的射手，但他也于事无补啊、哦，最后我们成功的就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啊。你看到艾里在对于会战的这个方面的表现，以及抓后排的能力啊，算是相当的强势啊，所以我觉得在射手众多的情况下，艾里会是一个meta 的崛起角。好的，那如果喜欢，可以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、Instagram 帮我追踪一下。那么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